好，我是阿铲儿。今天我带着咱家皇太后去了一个特别好吃的地方。この番組は母親トラン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湛江位于祖国大陆最南端，东滨南海，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。无论何时到来，都是它最佳旅游季节。请允许我隆重介绍一下本次旅行唯一指定合作用车大巴，从机场到市区就只要2块钱。啊，还有一个事儿，这边的公交都是充电的，但是他们的充电接头就像天线宝宝一样，然后上面会伸出一根天线，所以我就特别拍了一下。这一次我们来湛江的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到处吃。在喜盈门必点的一道甜品就是鸳鸯糊，鸳鸯糊就是花生糊 mix 芝麻糊的。我家太后是非常喜欢这家的鸳鸯糊，所以我们在湛江的3天，每天都会来报道。而且啊，湛江这边的美食价格都不贵，你看这个糖水的价格基本上都是5-6块钱一碗。来到湛江，那肯定要吃白切鸡啊，全国就这里的最好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它的那个皮特别 Q 弹，就跟果冻似的。哇，那种感觉我真是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白切鸡。来到湛江，有哪些是必吃的呢？白斩鸡、生蚝，还有一个是沙虫。那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沙虫粥。沙虫又叫海人参，味道鲜美脆嫩，为海参鱼翅所不及。沙虫因为对生长环境的质量十分敏感，一旦污染则不能成活，所以有环境标志生物之称。这就是原味烤蚝，当地人说不要沾任何酱油，直接吃，尝的就是入口的美味。在当地菜市场里，剥好的新鲜生蚝只卖20块一斤。看着这么多人推荐生蚝，所以阿铲也试着吃了一下。你们看吧。闻到响应吗？啊？要不要味道？你把本家讲一下。还是入口有点腥，反正然后我不是吃得来那种太咸的东西，然后要加点酱油才得行，但是很咸。因为我实在吃不惯这种原味烤蚝，所以又让老板给我们加了一些蒜蓉，就让太后来试一下吧。吃完烧烤当然要来一碗黑芝麻糊安慰一下咯。美好的第二天早饭当然要从本地人喜欢的牛奶粉下手了。然后第一口就让太后尝了。这么样吗？味道不过牛奶粉才10块，猪杂粉也8块，这么便宜的价格你两个加起来在重庆就只能吃一碗牛肉面。其实湛江还有一些街头小吃也挺不错的。这样就好了，好，谢谢。开车呢，我们开什么呢？肠粉比较漏，然后我以为是年糕，所以点了，结果发现是肠粉。等一会儿吃烤的肠粉还是可以，酱丝儿甜那种。由于此行咱们一直到处吃吃吃，所以就还是需要花点时间在路上走一走、消消食，这样才能走到下一个目的地继续吃，对吧？这是另一个街头小吃虾饼，左边的这个8块钱，右边的这个1块钱。吃吧吃吧，你吃啊。这位美女老板在做的是茯苓糕，口感好不一样啊，带着淡淡的中药味儿，然后特别的 Q 弹，然后又接着散步消失，摆摆拍。可能因为太后的居家属性吧，这3天我们在湛江也逛了3个不同的菜市场和水产市场。哎，作为一个长在内地大山里的孩子，我真的没见过这么多海鲜。这个是蚝鱼，那个都是那、都是蚝鱼。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一斤？30块。30，好新鲜的。OK， 这就是我要重点给大家介绍的一个目的地。来湛江肯定是为了吃海鲜嘛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附近就有一个水产品市场，它是有2层楼，
一楼就是各种各样的海鲜摊贩，你可以在那里买到原材料，然后拿到二楼去加工，直接享用，他们收取一部分的加工费就行。不过说实话真的很便宜，可千万别被五块钱给骗了哟。这五块钱只针对清蒸的贝壳类的东西，比如白灼虾就是八块钱一斤，清蒸鱼是18块钱一斤。想买更便宜的海鲜可听好了，在市场的最里面有这些小摊贩，一定要记住，他们的鱼虾蟹基本上是自己去打捞的，因为没有摊位费，所以比较便宜，而且你还可以跟他们讲价。鱼虾蟹原材料加上加工费一共143块钱。还有大概5点到6点时候，有很多旅行团的人会来这个市场，那时候的价格是最高的，而且人也特别多。我建议早一点来，因为晚来了东西都卖完了，没得吃啊。你们知道我们从湛江最后带了什么伴手礼回去吗？我们带了3盒外卖回去，好吃又便宜的粤菜就在湛江。如果你感兴趣，真的不妨去一趟湛江，绝对不虚此行哟。好了，我是阿铲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下次再给你们推荐有趣好玩的东西哦。Thank you very much.